大家好，霍金曾经讲过，他相信最简单的选择就是没有上帝，没有人是创造宇宙，没有人能够可以主宰我们的命运。他深深地体会到天堂和来生是不太可能存在，我们只能够用这一生去欣赏宇宙宏大的设计，对此他是非常之感激。在今晚的节目未开始播放之前，我想为大家介绍一本关于科学的书，就是《科学大历史》The Upright Thinkers， 作者就是雷纳·曼罗迪洛。雷纳·曼罗迪洛是一位美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他写过很多书，包括有《时间简史》的普及版和科学著作《大设计》，这两本书都是他和霍金一起完成。除了他写书之外，他同时为电视剧写剧本，包括有《The Hunter》、《MacGyver》、《星际迷航》和《Night Court》等等。他这本书《科学大历史》就是以用这个大历史的方法去描绘了人类的科学的演进，例如怎样人类从学识了直立行走，大脑运作从此就远远超越了其他的动物，而人类就成为唯一懂得问为什么的动物了。人类这个旺盛的求知动力，加上历史屡屡是突破了传统智慧的一个限制的天才想象力，就缔造了科学的惊人成就，以致行塑了人类的文明。雷纳·曼罗迪洛就以用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方法去带大家去看人类和社群的独有特质，究竟是什么的动力促使我们从使用石器，并且以化学、生物和现在的物理科学诞生，来发展出今时今日的科技世界。生活本身，尤其是现代的生活，对于我们很多的科学家来讲，是一个智慧的挑战。在这次的知识之旅的启示里面，我想最重要的或者是这些的科学家的特质，他们灵活不因循守旧的一个思维，过人的内心，不死守其他人的想法，认为这个可以改变观点的一个重要性。最重要的，他们是深信了答案真的存在，而终于有一天是找到答案。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找这本《科学大历史》来看一看，大家就可以了解到科学的本身，而且也可以了解到创意和创新的本质，更加广泛的就是人类的境况。
定风波，苏轼。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元朗地理。元朗是由左起的坳头豪鹤山，右至屯门大头山的一连串山丘，就好像一个圆圈围绕着一个平地。从字面上推测，古时元朗是一块水源充足的沼泽低地。元朗位于香港新界的西北部，香港市区之西北方，距离有20至25公里。而元朗东北至落马洲、洲头与北区的马草龙相连，西南至洪水桥与屯门区的南地相接。而元朗由下村乡包括洪水桥、白泥、流浮山，平山乡包括元朗市中心的西部环洲、天水围、尖鼻咀，十八乡包括元朗市中心的东部和南部坳头、大塘，锦田乡、八乡包括石岗，称之为元朗六乡。系啦，我听讲咧，华仔同仙伯已经搞掂咗白鸟塔事件咯，我哋都要俾心机，唔好输俾佢哋至得啊！冇问题，我哋今次调查嘅系元朗绿色隧道事件，不过咧个地点喺边啊？等我睇下先。根据资料咧，元朗绿色隧道系喺浪河路侧边嘅行人隧道。咁咧，大旗岭嘅村民咧，主要都系靠佢咧去元朗市中心嘅。咁咧，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入边圆拱形嘅绿色铁皮啦。哦，圆拱形的绿色铁皮啊！我望一望咧，其实呢个隧道得50米长，但系听讲已经有10个人行咗入去之后失咗踪，找不翻。失踪？咁我哋入去调查之前，系咪应该要准备定啲食水啊、干粮啊，同埋帐篷先啊？嗱，做好事前准备功夫咧，一向系我哋三人子应有嘅态度。不过而家最大嘅问题系我部电话受到干扰啊！唔 work 啊个 GPS， 今次呢坛嘢应该好棘手啊！喂，见到咪喺前面咯。系喎，系喎。不过望一望呢个隧道绿色嘅设计风格，其实呢个感觉真系好强烈。不过 anyway，are you ready？ 我哋行过去啦。
是隧道口，但是为什么我们走来走去都是走回来这里的？难道我们入了结界？到底我们是不是入了迷宫啊？不是了，等我试下打给华仔，看看有没有办法出到去啦。这里收得很差。是啊。这里有一格信号，等我即刻打给华仔先。诶，海林啊。喂，华仔，华仔你听不听到啊？喂，华仔。喂。啊，太好了，你终于听到了。我们找了迷宫都出不回来啊。哦 ,OK,OK。我们想想办法啦。我和 Kevin 来到绿色隧道入口啦。OK,OK、okay, okay。海林他们被迷宫困住了。啊，那怎么算啊？一是我们飞个航拍机入去，是你帮我打开它。好啊。又扫描一下个迷宫什么情况。好，这个就是迷宫的 3D 地图了。Kevin 啊，你有没有纸巾和睫毛液？有啊。再加上我这些水，就可以帮海林他们找到出路了。嗱，见唔见到啊？见到啊！我见到个迷宫有条路径出咗嚟，仲要啲液体系向住出口方向流噶喎，点解嘅？嗱，其实咧呢个现象咧就系由呢个模势作用同埋扩散作用所造成嘅。扩散作用啊，我知道，即系好似你滴一滴墨水入去清水入边，咁个滴墨咧就会散开，系咪咁啊？系啊，冇错。嗱，如果我哋可以将身体缩到好细好细。好细好细，细到比粒尘更细嘅话咧，我哋就会见到啊，世界上一切嘅事物咧，都系由粒子所组成嘅。咁液体咧都系由粒子所组成嘅，但系液体嘅粒子咧就会四周围随机咁样移动。咁墨水咧滴入呢个液体嘅时候咧，就例如清水啦。咁墨水嘅粒子都系液体啊嘛，咁佢都会四周围移动，最后就会平均分布喺清水入边，令到成杯清水都黑晒咯。但是剛才迷宮裡面的液體不是擴散到周圍都是，而是向著出口的方向流，那又為什麼呢？這個呢就跟我剛才說的模勢作用有關係了。模勢作用呢就是說這個固體和液體之間是有個吸引力的，當這個固體的吸引力大過液體本身的表面張力的時候，液體就會被固體吸引了過去，就好像毛巾會索水一樣咯。你講緊嘅表面張力係咪即係液體好似有一個力量，就將表面嘅液體拉向中心咁樣？我想到一個例子，就好像露水咁圓啦，咁就應該係因為呢個原因啦。冇錯。咁但係你都冇解釋到點解頭先嗰啲迷宮入邊嘅液體唔係擴散到周圍都係喎？其實咧呢、這個就係因為當終點有個紙巾喺度吸緊水嘅時候啦，咁所有水流咧都會被呢個紙巾吸引咗過去，咁令到水流好難向住啲骨頭腦擴散啦。咁自自然然咧，啲色素咧都唔會去到骨頭腦嗰度。咁慢慢咧，成個迷宮咧就會剩低一條去到終點嘅路徑係變黑咗咯。哦，咁我明白曬啦。咁我哋快啲 send 翻個地圖俾海林啦。唔該曬你啊，華仔，我哋收到地圖啦，知道點樣走出個迷宮咯。唔止啊，華仔，我哋仲喺入邊揾到十個嘅失蹤人士啊！我哋而家帶佢出嚟。好啦，今次任務完成啦。呢班香港沙人子嘅成语，讲真都几有潜质。系啊，不过下次到我哋出手就唔系咁简单噶啦。大家好，我哋又见面咯。大家好啊！嗱，我哋啱啱咧播放完呢个《黑箱作业2020元朗开箱就业剧场》嘅网上版本，
嘅第二集嘅上半部啦。嗯 ，David， 你我頭先我哋所講嗰條綠色隧道咧，我都有去過嘅。係咩？真係？點樣㗎？咁嗰條隧道就本身就短短地，但係入咗去裏面咧，就好似去咗另一個空間咁，都幾迷離嘅。嚇、啊！真係？係啊，有。咁我下次都要去睇睇先得啦。咁不如我哋就繼續介紹我哋嘅下半部嘅兩位嘉賓嘅訪問啦。好啊，我哋有兩，今晚我哋有兩位嘉賓，一位咧就係一個叫做 Alex 嘅、又叫做龍仔嘅人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個叫榮基花牌嘅製作人阿榮基，同埋佢徒弟阿豪嘅。好啦，咁等我、首先介紹阿龍仔先。好，龍仔咧係一個多才多藝嘅人嚟嘅，佢做過好多嘅職業喎。包括咧就係化妝師啦，舞匠啊，舞匠係做咩呢？就係設計同埋製作一啲舞俾啲朋友嘅。咁啊，仲有佢做過呢個晚禮服喎，同埋呢個紋眉師添嘅。咁佢而家嘅職業係咩呢？就係一位漁夫。等陣間咧，我哋就可以聽到佢訪問講佢嘅人生經驗啦。都幾多才多藝喎！啊，梗係好厲害㗎！咁另外一個嘉賓咧就係阿榮基啦，同埋佢徒弟嘅。咁佢哋咧就會講解下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呢位個香港花牌嘅製作嘅古仔，同埋佢哋入行嘅經過俾大家聽嘅。嗯，好啦，不如我哋唔好阻大家，即刻去睇睇嗰兩位嘉賓嘅訪問啦。好，好。我是 Alex、林子龍、我本身是一個化妝師，咁之後做了很多年之後咧，就走咗去做形象設計師，咁又做到悶了之後咧，我就去了英國嗰度學做帽同埋手工花，咁喺途中咧，我就不小心染上了喜歡玩 Wakeboard 呢個嘅惡習。咁之後就一路都不停玩滑水啦，咁啊喺個海上面流連咗好多時間啦，咁啊特別係有時會喺魚排嗰度出入嘅，咁就係咁轉接嘅情況之下咧，我就愛上咗呢個魚榕樹澳呢個魚排區啦。咁當我擁有咗我自己魚排之後咧，就一路開始接觸咗好多漁護署啊，同埋本地的漁民啊，佢哋咁認識耐咗之後咧，我就越嚟越知道原來我哋香港人食緊嘅魚係幾咁慘嘅。咁就係因為咁樣，我就開始少量少量咁試下養試下養，一直用緊啲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試我自己嘅養殖方法出嚟啦，咁啊，直到到而家咧係第六年啦。好多朋友問我點解會即係一個咁大轉變，而且轉一行咁辛苦嘅行業，差唔多係從頭嚟過咁樣嘅。咁我都係好簡單咁樣答佢，我留喺美術嘅行業入邊咧。其實對社會的貢獻是很小很小、但是我現在養魚，我即希望、我死前的願望就是我和我的分支，即是我教出來的人，如果可以戴上頭啲供應到香港一成 的食用魚的話，那我就可以很安樂地去死了。由我在美術行業最初就由化妝師開始啦，咁之後就做了形象設計啦，廣告嘅，咁到幫自己嘅婚紗店，幫自己嘅品牌設計婚紗同晚裝啦，咁再之後咧，我因為我啲婚紗晚裝好多手工喺入邊，咁我專登走咗去英國，走去學做手工花。咁又唔小心嘅情況之下咧，仲走埋學做帽咁樣。咁呢廿年裏面，其實你問我咧，我到而家都唔係好捨得走。咁但係確實喺嗰一行裏面已經而家投入唔到。好想做啲
以前觉得好劲嘅嘢嘅做，但系而家对得大自然多咗，有好多嘢已经放低咗。喺嗰廿年里面咧，其实我自己系觉得好开心嘅。咁我识咗好多朋友啦，咁我有一班好亲密嘅助手啦，咁同埋有一批即系幕后嘅朋友啊。甚至乎我婚紗铺有一批客，其实而家成日都嚟鱼排探我。咁啊，呢啲我自己系好开心啊，当赚咗啊，其实系。其实我又唔系好多资格点样提点啲年轻人嘅，我自己觉得咁即系虽然我都行咗好多古灵精怪嘅路啦，咁但系如果你问我有咩想同年轻人讲嘅，我就最简单就系讲一句话俾年轻人知：做任何事都唔好放弃。有好多时，即系连我呢啲咁牛颈嘅人咧，有时喺学习上面遇到困难咧，我都好想放弃。例如我系最简单啊，我97至99，我喺英国学化妆嗰阵时候。其实我都唔知道想放弃几多 N 次，因为真的学不掂，我自己觉得是很难很难很难的嘢。养鱼都是，我都开始了第六、第七个年头。其实中间我怎会，我试咁多次死鱼啊，试咁多次好努力做了几人份的挫败啊，但系原来都是死晒嘅啲鱼咁样。即系我好多呢啲咁嘅嘢喺度经历咗，咁但系我到而家都。未放弃，咁所以其实唔放弃系一个好紧要嘅 key 嚟。我叫蔡荣基，咁就从事花卉行业大约有30年。咁我爸爸就系、是、都系从事花卉行业嘅。咁我好细个就喺爸爸嗰度就学习做花牌啦。大家好，我叫周启豪，我做咗花牌行业咧。10年，当初是因为上网在劳工处度见到有一份咁奇怪的工作，可以走入嚟尝试一下。从事花牌行业咧，咁比较辛苦啦，日晒雨淋啦，咁开心嘅就会系做一啲靓嘅作品啦。咁好似一啲苦嘅就係一啲大時大節啦，喜慶節日啦，佢哋都會喺聚埋一齊，咁工作上咧就會唞唔到氣啦，忙到同埋有時即係天氣嘅影響啦，會係好辛苦啦。咁開心嘅就係當到一個作品完成咗啦，咁會俾人哋讚賞啊，有好多人去拍攝啊，去做一個背景啊，去影個花牌啊，咁嗰時候會得到一個開心嘅。回报了，其实初初都很不习惯的，都有想过放弃的，但是跟师傅他们做下，发觉大家的性格都很相似啊，做下都很开心啊，即是有谈有讲，所以就一直这样做下去咯。好，因为很多大胆的创意嘅 idea 啦，咁其實當初我係冇諗過可以放落花牌度嘅，咁同進電合作啦，咁佢哋有好多好多嘅就算即係天馬行空啊，一啲大膽嘅題材啊，同埋一啲新嘅叫科技啦，擺落花牌度，咁佢哋嗰個出嚟嘅效果都係好好，係好配合到嘅，咁嗰個難度亦都係增加咗嘅，咁等個花牌唔會成日咁傳統啦。即是有个创意，有新的元素摆在花牌上。有些工作坊啊，有些学校的，即是入去学校那里教一些学生啊，做一些花牌。其实做的花牌意思就是拿一些真的花牌入去跟他们一起去扎作啦。其实最主要教他们那个意念，给一个概念他们，给一个感受他们扎花牌的手指頭點解會痛啊？一啲咩地方係困難啊？咁等佢哋知道
大個咗之後啦，咁佢其實當然啦，一堂兩堂啊，就算一個星期都好，佢未學根本就學唔識就係點樣扎花牌啦。咁我哋希望佢哋透過呢啲工作坊、一啲嘅講座，去了解花牌嘅特性啊、概念啊、點樣嘅歷史啊，希望佢哋大個咗之後咧，可以知道啦，同下一代去講，同埋有啲朋友去外地啊咁樣去問香港有咩特色啊，啲花牌佢係知道點樣做，大致上可以講到俾佢聽。已經是一個最大的傳承嘅暫時。其實而家咧就真係好少，甚至乎係叫做冇啦。年輕人入我哋呢一行噶啦，因為佢哋覺得呢行嘅前途唔係太好啦，同埋佢哋嗰個可能個人工啊，即係唔係太高，佢吸引唔到佢哋入行啦，同埋最主要係辛苦，同埋有啲危險性啦。始終花牌有時你見到掛到好高啊，二三樓咁樣，咁佢哋相對嚟講有一個危險性啦，咁同埋佢哋覺得危險、辛苦，同埋嗰個前途、那個前景唔係咁好啦，所以好少會入呢行做咯。通常嗰啲年青人啦，都係做一個月兩個月咧，佢哋就會做啦咁樣，多數都係捱唔到嗰個辛苦啊，同埋嗰個天氣啊，佢嗰、那個即係做花牌咧，隻手咧成日會痛啦，佢哋係捱唔過呢啲嘅苦頭。如果佢哋捱過咗呢個苦頭咧，習慣咗咧就 OK 噶啦。咁其實如果想做呢行嘅，其實都係肯咬緊牙關啦，勤力啊，去學習啊，刻苦耐勞啊，即係用翻傳統嘅學徒嘅意念去學，一定冇問題嘅。而家嚟睇個前景係都幾好嘅，因為越嚟越多人知道咩叫花牌。越嚟越多人去保育佢啊，同埋有好似有好多學校啊，會帶啲學生入嚟去了解一下花牌點樣製作啊，所以我對個前景都覺得 OK 嘅。咁我又唔係話抱抱住好大嘅理想，即係咁，我覺得足夠我生活啊，可以繼續做落去咯。我先做好自己咯，每一個作品都要做得最好，咁客人見到會賞識嘅，咁就。会继续长做长有咯，徒弟又好，同事又好啦。咁做每一样嘢都要认真啦，唔好话求其啦。咁即系每一个花牌都好，无论大细，咁我哋都要好认真去做每个花牌，用个心去做。啲人客同埋嗰啲观众啦，叫做睇嗰啲啦，佢哋会感受得到嘅。好啦，今晚嘅节目已经播映完毕，多谢大家收睇我哋今晚嘅节目啊！但系咧 ，David 记住，我哋第三集呢个最终章咧，将会喺未来几个星期会播出嚟嘅，咁大家一定密切留意啊！冇错，嗱，好啦，其实我哋呢个进念二十面体嘅 Set Life 嘅 YouTube Channel 咧，有其他不同类型嘅节目系供给俾大家嘅，咁大家咧可以喺呢个疫情当中咧，安坐家中去收睇我哋好好嘅节目。所以大家一定要去 subscribe 我哋呢個進念嘅 Reset Life 嘅 YouTube channel， 咁咧就留意我哋其他節目播出嘅時間。如果大家有咩意見咧，就歡迎留言俾我哋嘅。咁好啦，咁唔阻大家，不如我哋下次再見面啦。冇錯，拜拜。